螳螂怎么打得过老虎？何况再加上一只鹤，虎鹤双形，我也会。那你就试试我这只螳螂啊！我的螳螂拳又护了你虎鹤双形了。哇，原来不是虎鹤双形，是孔雀开屏，难怪那么差劲。年轻人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你手脚的骨骼跟全身的经脉都已经被我打断了，这辈子只能像他烂泥似的。想用武功，门都没有。不过，伸手讨几个钱还可以了，乖乖当乞丐吧。好心的大爷们呐，可怜可怜我这个小乞丐呀，我爹快要冻死了。小乞丐，这有点碎炭，你要不要？哦，多谢。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碎银子？啊，是你啊？不是我。姐姐，是他啊？不是他，不是他。姐姐，姐姐，是松菜啊。小姐，你找谁啊？对不起，不认错人了。小翠，去拿几个馒头出来。哦，你认错人了，他不是苏菜。你很像我一个朋友。哦。以后没东西吃，你就到我家里来拿馒头。我家里人少，吃不完。馒头来了，拿去。多谢，多谢。姐姐，要不是为了你，他也不会变成这样。当女丈夫要武功盖世，状元之才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你做不做得到啊？做得到。好，那等你做到的时候再来找我好了。哎，那我们可以先订个婚期，因为中状元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啊。啊，立刻写出你的名字。我不会写。想不到你这条臭咸鱼都会翻身。是啊，这都是拜你所赐。你已经出全力了，我还没出力呢。蠢材，天之下除了降龙十八掌，什么武功我都不放在眼里。降龙十八掌第七式，飞龙在天，神龙摆尾，黑龙偷袭，双龙出海，巨龙在天，龙飞凤舞，凤舞降龙，松龙沉睡，龙蛇滚翔，龙蛇传人，龙凤呈祥，龙马精神，画风降龙，打完收工。
齐掌啊，太可惜了。如果你学完第十八掌，一定可以打赢我。不过你没有这个机会了。